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您收看《法人操盘室》，我是林中祥。上个礼拜五，我才耳提面命告诉你，太阳能将会发动，没有人相信我。不过很高兴的是，还有将近十通的电话打电话进来，都是问太阳能什么时候会飙，因为我上个礼拜我的测标就告诉你，太阳能将会飙。各位啊，3576的新日光飙咯，喷出咯，对不对？5483的中美金快涨停板咯，喷出咯。3686的达能喷出咯，啊，3691的硕和喷出了。我才告诉你而已，我拄啊得要开始跟你讲呢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两天打电话进来，甚至来参加会员的人很多。其实他们都有太阳能，他们一直想问老师：“你那个新日光讲了很久，为什么都不会动？它到底公司有问题，还是会不会喷出？”我在34块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明天会开始攻。34块都没有跌破过，对不对？讲完之后，真的拉上来。讲完之后也来到了36.95，结果各位，这个新日光啊很牛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在36.5这里整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都没有涨，都没有涨。今天打电话进来问的，说要买，各位，我告诉你哈，37块以下，你只要打电话给营业员，稍微犹豫一下，你买不到。真的买不到，因为噗起来就喷出去了，噗起来就喷出去了。吼，老师，整理这么久了，老师，我听你在讲哈，36块以下都买，我都有买。我每次36买37卖，36买37卖，我好高兴。今天37一卖掉，买不回来了。明天会不会再涨停板？我不知道，各位。我们曾经带会员在这里赚一倍，我们还要再赚一倍。看一下周线，周 K D 刚开始，从这里到这里不止涨一倍了，涨三倍了。80块有带会员卖掉，10几块再带会员买进，20几块再加码，40几块调节掉一半，34块、35块、36块，每天叫会员买。电视观众都知道啊，你有跟着买，你都被洗掉了啦。因为上个礼拜五融资大减，杀尾盘。杀尾盘跌多少？你知道？也不过跌个5毛。今天一天涨多少？你知道吧？今天一天涨2块。我也没有告诉你，我有一个会员有300张，一天300张是60万，一天就60万。你羡慕吗？你羡慕也没有用啊，你被洗掉的话，你羡慕也没有用啊。3686的达能张医师，老师你讲好久了，他也是一样哈，都在这里做整理。老师我觉得很奇怪哈，每次到15块就有单子差进来要买，每次到了15块7、15块8就有单子差了要卖，真的啦，要卖了，今天要卖你都卖得掉了，卖掉以后呢，开始要喷出了。卖掉以后呢，我告诉你，达能上市的时候60几块，我讲得很清楚，我已经讲了 N 遍，上市的时候60几块，结果冲到70几块，跌下来做了一个 M 头跌下来。我一直告诉你，达能现金增资有所谓的85000张，大股东的价格就在15块5，所以你如果买的比大股东便宜，不管你买15块5也好，15块4也好，15块3也好，15块2也好，反正你就算买100张、200张、300张，啊，你输的话，大股东会在这里输的更多。我有没有这样告诉你？各位，我有没有这样告诉你？有哦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告诉你，达能它的业绩一路在成长，你就不要给它公布一个。就叫做单月转亏为盈，单月转亏为盈，那到时候会喷几只涨停板，我不知道。周线来看，
打包我们照一下电脑周线来看，哎，我的字全部消掉，周 KD 指标开始低档黄金交叉，一二三四五，五波段整理结束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明天应该没什么低价买了。它的目标价到哪里？来，来，我这里有，这里有啊，我这里不要讲啊，不要照目标价。来，各位，硕和，我跟你讲，中美金，我告诉你，生阳科，我告诉你，新日光，我告诉你，达能，我告诉你，连绿能今天都涨停板，但是我没有买绿能。人不要那么不要脸，我没有买绿能就是没有买绿能。三五一九，今天涨停板，我没有。为什么我没有绿能？因为大同集团的股票我做不赢他，我做不赢，我就不爱跟你走。我做万赢，这样可以吗？对不对？我做我会赢的，可以吗？好，好，各位，那。涨停板都涨停板了，赚的都赚了。你如果有跟我会员一样买超过100张的，你赶快打电话进来啊！因为我发觉，如果你乱被洗掉，或是你不知道怎么进出的话，你会错失很多财富。进口车、豪宅，你都会错过。我今天再告诉你一档股票，叫3494的成研。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走势，成研，各位注意到哦，外资买在这里，外资买在这里，投信在这里买卖都已经不重要，为什么？因为投信连续三天站在买方。成研到底是做什么的啊？会不会喷出连拉三只涨停板？各位，成研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来看一下哈，所谓华硕，华硕你们听过吧？全家便利商店你也知道嘛，华硕跟全家便利商店的 Family Port 跟成研立可得相片冲印携手合作，推出云端文件列印跟相片的列印服务。各位，我问你啦，如果就叫做以付，如果啊，你在这里，你在出去玩的相片，你在 LINE 的相片，你跟你家人合拍的照片，你跟你最亲密的爱人、男朋友、女朋友、未婚妻、老婆在这里所照的照片，你要印出来，你是希望跟立可拍一样，对不对？哎，立可拍是 pack 起来就印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问你，你要印出来？你要做长远的纪念，因为有的放在手机里面，搞不好会被人家盗印，什么有的没有的。你印出来，你打算放大放在卧室。现在的技术已经可以了。国内唯一一家做的就叫做成研，啊，他跟华硕、跟全家便利商店，这真的是铁三角，华硕，2357的华硕。好，那老师为什么不买华硕？因为华硕到这里，你说它要再涨一倍很难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以成研来说，现在股价才多少？它现在的股价才在这里23块。我告诉你，成研很会飙，你不要是看不起成研哦。我们来看一下成研它怎么飙，各位，成研如果你买对，大概当初是在11块，这里就要涨一倍。它的周 KD 指标你可以看到，成研周 KD 指标大概从12块涨到20几块，涨一倍。回过头来，它周 KD 指标翻多的时候，又从15块、16块涨到34、5块，又是一倍。它是这样一倍，这样一倍。现在回过头来，周 KD 指标又开始交叉。它今天没有涨停，明天会不会涨停？会不会连喷2只、3只涨停板？我不知道，呵呵，我真的我不知道。你看一下尾盘有428张在这里，大家都想买。尾盘有428张，大家都想买。你能买几张？老师，20几块的股票，我大概买50张。老师，20几块的股票，我大概买100张。那随你。
你又不是我的会员，我也不能强迫你买啊。但是我看好的原因已经告诉你，3494的成也，各位看，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？好，各位，我不会骗你的啦。华硕跟全家便利商店，跟成研立可得相片冲印机，各位，你知道现在哈，电子业哈，如果没有什么搞头哈，都不会涨，一定要有搞头，要有全新的东西。这个立可得相片冲印机，各位，只有成研在做，国内没有第二家在做，对不对？云端的文件要列印出来，还有相片的冲印在正式上线服务，所以使用者24小时2900家的全家便利商店都可以去印云端的文件，都可以去印所谓的立可得相片，各位。所以一般使用者不管出差啊、旅游啊、聚会啊，所有的相片都可以印，比传统的列印，各位，不仅方便快速，而且可以满足。那它的股价有很高吗？它有没有已经涨到50块？没有，它现在是50块的一半还不到，叫23.2块。那将来有没有机会涨到50块？我不知道。注意到啊，成研，各位啊，去年还在赔钱。但是自从推出了利可得以后，他第一季已经开始赚钱了。各位，第一季已经开始赚钱了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结合华硕跟所谓全家便利商店，会喷几只涨停？各位，你有几根手指头？你可以拿出来数，好不好？我希望你在这里能够赚钱。啊，除了这个之外，我要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这里有一档低档的标股，刚刚开始要起标，周 K D 指标刚刚开始往上做走高。这一档，各位，你愿意打电话进来，你就打电话进来。啊，我只有30个名额，多了都没有。我有标股就是要给你，我希望你能够赚钱，你买得起，你买得到，你赚得到涨停板。各位，你一定要把握这30个名额，先来先赢，先来先赚。我们下半场再回来。别靠富爸爸，买房靠自己。买房要靠捷运站。要靠微秀商圈，要靠商业核心，要靠休闲水岸，轻松房价要靠海洋都心。2625-8880，专业的研究团队，老师犀利的见解，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，给您最中肯的建议，给您最明确的方向，选择高鑫让您放心，选择高鑫让您坐拥高鑫，高鑫投顾是您唯一的选择。02-2717-5567，02-2717-5567。专业的研究团队，老师犀利的见解，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，给您最中肯的建议，给您最明确的方向，选择高鑫让您放心，选择高鑫让您坐拥高鑫，高鑫投顾是您唯一的选择。02-2717-5567，02-2717-5567。头痛请用5分钟，最忌听请用气听5分钟，5分钟更够好。爸爸，欧派气密窗专利复合式导块，水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.5倍。有了欧派气密窗，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，在家里打鼓也是白用。欢迎各位回到现场，我们看一下大盘。大盘今天也不过来到9162点。很多投资朋友都说，老师这一波很难做，
啊，我看强的我去追，都套牢，对不对？啊，3006的金豪科，哦，老师啊，拜四涨停，拜五涨停，我今仔开盘我就去买，结果下得要跌停。3474的华雅科，老师啊，哦，为两块起到57块，哦，我无买袂使，今仔嘛无啥会起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们看一下3006，我告诉你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是我的会员，你绝对是买在这里的。这里到这里是已经赚一倍了，我真搞不懂，已经赚一倍了，你在这里还一直追，啊、哦？那你今天如果开盘价67.4块，你去买到的话，到收盘刚好赔一只停板。那我带你去买的3576的新日光，礼拜四买，礼拜五买，今天刚好大概赚一只涨停板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思考一下？老师，你礼拜四有在讲新日光的时候，我在想，它也是这里到这里涨一倍啊。哎，人家去年这样涨一倍上来，经过整整大半年的休息整理了，业绩出来也很好。老师，那明天还能不能买？我直接告诉你好不好？明天不要开涨停板，不要开半只停板，有低都还可以买，这样可以吧？我这样对你够意思了吧？我们看一下，如果真的以周线来说，它是整理完成，刚开始起涨。3006的金豪科，各位，它已经在这里，哎，这里是 W 底哦，这里是颈线哦，这里是30几块哦，这里是60几块哦，这里已经涨一倍了。金豪科第一个买点在这里，第二个买点在这里，第一个、第二个，这两个都错过了。当然50块买还是可以的啦。但是67块再买，打波看这里，67块再买，这样好不好？你自己去买，啊、哦，你认为你可以赚钱的时候，你到时候啊、哦、再来找我也可以，啊、哦，我林中祥，我没有别的，我没有别的，我不会羡慕人家，你知道吗？啊、哦，光这。一个礼拜，光一个礼拜，我一个会员赚了快100万了。每一只都是我在电视上讲的股票，每一只都是我在电视上讲的股票。各位，我们光讲一只3691的硕和，他礼拜五的收盘价，他买了20张，今天一天。赚了80万。当然，我们有才敢讲，啊！我不是叫你明天去追硕和，但是你有看我礼拜五的节目，你应该知道，我就跟你讲，新日光跟硕和什么时候会喷？3576的新日光有没有喷？你有300张的新日光，你今天一天是赚60万。老师，你讲我较济，我无啦，我是老师，我袂使买股票啦。但是我知道，我有的会员有，因为我们时常在电话联络。啊、哦，老师，那你叫我买，我买的价钱比你还低呢，那恭喜你。老师，明天会不会涨？我说会。你说不会，那也没有用。我说不会，你说会，那也没有用。但是基本上，它的 K 线形态是刚刚开始起涨。明天有量，今天49000多张嘛。啊、哦，你注意到啊，它涨的时候都是量滚量哦。今天第一天滚量出来嘛，5日线、月线、季线是不是站上了？3686的达能，各位，我有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价。叫15.7，有没有？今天我没画了，我没画伊就贵啊！这不是我画呀、哦，拍谁啊？这不是我画呀、哦！我就跟那个主治张医师讲，啊、哦，张主任医师讲，我说达能哈、哦，
如果是林宗祥在五十八台喊得很大声，过了15.7，那基本上啊、哦，第二天没亮，他会再休息。但是不是林宗祥在喊的，是市场的力量把他推上去的。那我告诉你，他还会再涨。你看一下周 K D， 老师。已经整整将近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，都在15块到16块，都没有涨过。你以为达能怎样？会倒？达能现金增资85000张，股本已经来到34.9亿了。你认为不会动啊？你打算赚多少钱？我的会员跟我讲，他不想只赚30万。有机会他想赚300万，而且这种一档都几百张，万一你明天要用钱，你100张、200张、300张，你起给卖掉，你卖得掉，你钱收得回来，你放心好了，啊、哦，我介绍的股票没有那种说卖不掉的，对不对？3494的成研，今天没有涨停，今天没有涨停，对不对？各位，跟你看一下啊。哦这个叫结盟，跟华硕的云端列印，华硕跟全家便利商店，啊、哦，全家便利商店叫 Family， 跟成研这三家，当然全家便利商店只是服务啦，收钱，但是全家便利商店在国内大概有啊、哦、有几个点，有几千个点嘛，对不对？2900家嘛。一家，我告诉你不要多了、哦、全家便利商店只要一家、哦、你带你的手机、哦、你说你照完相，你要把它洗出来。全家便利商店有这个服务吗？2900家，只要有10个人，就29000张了。那你看可以赚多少、哦、你看可以赚多少？华硕跟全家便利商店，因为华硕的云端文件的列印是华硕在负责嘛，但是它的利可得的相片冲印是全家在印嘛，那全家在印要透过什么？要透过成研的利可得相片冲印机嘛，有2900家嘛。那我问你啊、哦，像我来说好了啊、哦，我们全家福。经过手机拍照，因为现在很少人去买就是相机了，因为手机太方便了。但是我们拍完照，我们只想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既然拍完照了，我是不是要把列印出来，挂在我们家的客厅啊，挂在我们家的卧室啊，可以印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我问你。2900家，来看一下，看一下有几家？不要说我随便乱讲。全家便利商店使用者24小时，可在全台超过2900家的分店上面的全家便利商店输出云端文件跟相片。各位，一家只要印10张就20000多张，一家印100张就20几万张。这个商机大不大？老师，那还有别家在印吗？没有啊，就只有成研啊。成研它是利可得相片冲印机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股价在高档还是在低档？绝对是在低档啊，刚刚站上所有的均线啊，上个礼拜拉2只涨停，但是还好它有回哦，它礼拜四、礼拜五有小回哦。没有跌深，但是也回一下，刚好回到5日线。那这个地方叫做30几块，我认为推出这个服务，这个高点应该不是高点，所以我们认为在这里有这个机会。那各位，这里有一档标股，好不好？周 K D 低档黄金交叉，它又有题材，又有业绩，法人又在买，你要不要？30个名额，让你赚3只、4只涨停，你要不要啊？各位，祝你操作顺利，祝你做股票只涨停板。
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缺水很辛苦，省水有贝波。贝，省水器材轻松省。check， 茶漏一滴也不浪费。do， 水回收利用是美德更是功德。浪费不知珍惜，老天爷给再多也不够用。你今天爱水了吗？专业的研究团队，老师犀利的见解，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，给您最中肯的建议，给您最明确的方向。选择高鑫，让您放心；选择高鑫，让您坐拥高鑫。高鑫投顾是您唯一的选择。02-2717-5567，02-2717-5567。专业的研究团队，老师犀利的见解。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，给您最中肯的建议，给您最明确的方向。选择高鑫，让您放心；选择高鑫，让您坐拥高鑫。高鑫投顾是您唯一的选择。02-2717-5567，02-2717-5567。大都会国际家具馆就是这么方便，全国最大家具馆，很大很好逛，精品家具。